为你解决烦恼，实现梦想，奇趣俱乐部必上。一只流浪猫咪，青青草地都出了脚印，那是谁丢的瓜皮？害羞害羞，拿出百分百的信心，我们要比别人积极。害羞害羞，每天都是好的心情，突然未来变得容易。害羞害羞，爱的世界更加美丽，我们互相加油打气。哐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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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哐哐地，天地抬头来观的瞧。爸，我不是您贤弟，我是您儿子。嘿，你这混小子，谁让你听词儿了？我让你看我这身段儿。行了，爸，您别把水洒了再烫着。哎呀，看来您最近心情不错呀。那当然了，这俱乐部的客人越来越多了，我自然是高兴啊。抬抬旌旗空中飘。可是您想过没有，咱们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啊。没关系，你的发明啊创造啊抓紧时间，等咱机器设备再多起来呀，客人就越来越多喽。乌太保利用开山斧，楼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。您拿我当刀把子了。爸，这俱乐部人一多呀，我实在是有些忙不过来了。哎，也是，要不让老爸哥，要不让我试试呗。你能把自己那点事情弄明白就不错了。哎呀，看来得麻烦我们勤劳善良的米花喽。哎呀，这周末的生意还不错呀。你有什么烦恼找他登记，找他登记啊。您好，请问您有什么烦恼，请您告诉我您的联系方式。好，没问题，别客气。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啊。妈妈，你今天从家庭妇女正式成长为职业白领了，恭喜你。真的吗？谢谢女儿的夸奖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白领就要变色喽。你说什么？爸爸把所有的衣服都塞进了洗衣机，有黑色的衣服、红色的衣服、粉啊，陆中天、已经太迟了，老公，我可被你害惨了。米花儿，快来，来客人了。来了来了。男人啊，真是太粗心了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我一天不在，你们看看你们弄的什么呀这是。哎呀，这都是我老爸干的好事儿。哎呀哥，你这大发明家大心理医生怎么这一点常识都不懂呢？可能是太着急了吧，所以他现在将功补过呢。他在干嘛？今天俱乐部来了好多客人，偏偏赶上家里的电器一个接一个的坏。中天，来我这屋一趟。哎，这多么能干的家庭主男也招架不住这样的周末呀。哥，以后咱俱乐部可以改成电器修理部了。我说咱家这些老爷辈的电器该换就换了啊，这坏都赶在一起坏，这不坑人呢吗？除草机。怎么没坏？哎呦，没坏喊什么，没看我这忙着呢吗？可是他自己除草呢。不过他自己进了姑姑的屋子了。啊，这哥这就是你的自动除草机，什么破发明啊！这样还真不是办法。家务事必须有专人料理，请保姆吧。请什么保姆啊？我不是现成的吗？让这么落落大方的时尚美少女给你们服务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就别跟着掺和了，招聘工作明天开始。跟大家宣布一件事，这位是我们新来的保姆杜先生。大家好，我叫杜小杜，大家叫我小杜就行了。小杜。宝贝，不许没礼貌。杜先生以后就是咱们家的保姆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看看看看，我找的保姆多勤快。是啊，太棒了。爸，您找的这叫什么保姆啊？有些活他干完了，米花还得再打扫一遍战场。哎，不要光看缺点，人家也是有长处的嘛。我找他谈谈。他人呢？小杜。小杜啊，小杜。去哪儿了？刚才还在收拾爸的房间呢。这大白天的躺这儿干啥呀？赶紧起来，地上挺凉的啊！快！哎，老哥，咱哥俩干一个。小豆啊，鉴于您对酒文化非常有研究，所以做保姆呢，实在是耽误您的前途，您还是走吧。我向大家宣布，李女士以后就是咱们家的保姆了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要求那么高啊？人家干活不挺多的吗？干的是多，可是她吃的也太多了。我觉得人家体格大，多吃点就多吃点嘛。咱们俱乐部本来就是帮助人的，别那么小气，你真是。可是他也太夸张了，我一个月的牛奶一天就没了。这大米我都买了三回了。他一顿夜宵比我们全家一天吃的都多。还说只吃了半饱。好了，明白了。哎呀，请个保姆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有合适的人选你不用，切。
你们放心吧，我一个老太太，不吸烟，不喝酒，不赌博，不……好了好了，你被正式试用了，试用期一个月。这新保姆不知道怎么样啊，我拭目以待。哎呀，困扰我们很长时间的大问题终于解决了。米花啊，也可以专心到俱乐部的工作中来了。张奶奶的饭做的真香。换作是我也不会比她差。哎，小张同志啊，你也过来一起吃吧。不用了，你们吃你们吃，我去给你们烧个汤。爸爸妈妈，我上不了学了。又贪玩，别找借口啊。不是借口，我书包不见了。怎么可能？好好找一找。书包比我都大两圈，我都找遍了没有。你是说这个吗？啊，是啊。昨天我看它太黑了，就给洗了。什么嘛，张奶奶，那是我特意染的黑色，多时尚啊。啊，你怎么给漂白了？嗯，这是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这怎么就找不着了呢？哎，小张同志啊，你看见我的旧报纸了吗？啊，看见了。哎呀，还得说是这个保姆做的到位。那麻烦你帮我拿进来好吗？拿不进来了，卖了。啊？哎，什么？卖了？你怎么给卖了？那么多旧报纸有什么用？今天早晨收废品的来了，我就给卖了，还不少钱呢，一共是25.8。这您收好。这太不像话了！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旧报纸啊！哎呀，那旧报纸里还包着古钱币呢，那是古董。你呀，你这人太干净太利索了！快快快，我得追回来。哎，能干的能吃，不吃的不干，邋遢的太邋遢，干净的又洁癖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有的人闲来无事，有的人不信任别人。洛洛，不是老爸不相信你，你真的能当好保姆？这一大家的人。很简单，当不好，您辞退我呗。哎，没想到我女儿这么厉害。嗯，这是跟张阿姨学的手艺，有味道。洛洛，你真能干，屋里屋外都收拾好了。嗯，比胖胖阿姨还能干。嗯，这酒真好喝呀。哎，这是我那瓶陈酿花雕。爸，这是洛洛跟那位醉醺醺的杜先生学到的调酒技术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我女儿这，哎呀。老爸，您还满意吧？满意，满意。这下您放心了吧？放心，放心。好，咱谈谈工资问题吧。月薪8000，必须是税后，每年4个月的带薪假期，还有什么？哎呦！再等一会儿就可以吃了。哇，还要再等呀？我都快饿成片儿了。谁叫你早上没吃饭？我现在看云彩都是烤肉的形状，真想吃一口。看来你真是饿坏了，连云彩都想吃。云彩可不能吃，不过可以有别的用途。飘来飘去的云彩还能做什么？最近啊，美国有一家公司发明出一种可以在空中漂浮的云。这种云以肥皂泡为原料制成，材质比氦气还要轻，就像小孩子吹出的泡泡一样，五颜六色，形态各异。
哎，这些泡泡是做什么用的？难道是给小孩子玩的？这种云彩可是专门为做广告而设计的，设计师使用特定的电脑软件技术，把制作好的模块放入制作云彩的特殊机器里，这样机器就会根据人们所植入的模板喷出相应的形状。制作装置每15秒钟就会自动喷出一个类似广告标语的浮云。这广告都做到天上去了，比热气球还好玩。哇，这就是广告无处不在。嗯，好了，肉终于烤好了。你看，快点给我吃。哦，烫死我了。呀，休息一下，不要走开哦。找个时间，全家去看电影吧。哎，好久没去了。还是去游乐园玩吧。你的耳朵真尖。哎，游乐园的项目爷爷不能玩。家长要尊重小孩子的意见。正因为我们是家长，所以由我们决定就好。嗯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。嗯，要尊重大家的意见。宝贝的话让我想起了早上看的新闻。有一个人啊，捡到一只受伤的鹰，带回家后放进了鸡笼子养伤。过几天，那个人看到鹰的伤势好些了，就将它放进鸡群里。鸡群马上炸开了锅，被鹰追得到处跑。老鹰吃鸡，这不是很平常吗？不过，鸡群里的老大不甘示弱，领着众母鸡开始反攻。3-4只母鸡在鹰前扰乱它的视线，大公鸡趁鹰不备，从他身后飞到身上，朝鹰头猛啄。鹰好不容易从大公鸡身下挣脱，又被另外几只花母鸡围攻。一只胆大的花母鸡上前朝着鹰屁股猛啄，最后它慌不择路，钻进了鸡窝的角落里。哈哈哈，这只笨老鹰。嗯，没错，是有点傻。我不要做受欺负的老鹰，所以要去游乐园。嗯，好吧，我们今天就满足我们的小鹰吧。